我说这边，这边也蛮漂亮的，后面有一颗那个雾色樱，白色的樱花，上白下红，有没有这样铁链？然后后面还有樱花。好，现在位置，我们走赏鸟步道，是啊，到国家公园管理中心。地上都是那个白色的，怎么样？拿到这里，然后拍我脚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好，可以。你要拍地上那一坨白的、哦。好，快点！不要一次啊，要地上这一块。太累了，我相信我一直按着，然后他就连拍，一定会拍到一张。对，两个人，猫咪没有力气了呀。猫咪喜欢探险哈。头放上来，猫咪，看妈妈。好，看姐姐。好，妈妈这样拍起来有180，真的。哇，我们走进来。从枝叶上面开的，所以它是梅花的，对。三二，手跑出去的，来，好，三二。爸爸，有一个虫子正在逼近你。是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不怕，我号称不怕虫。来，有食物。三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一一一一一一，好。来，欢迎光临。妈妈呢？你看，我帮你选一家户。猫咪，我帮你选一个位置哦。你看，旁边有樱花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帮设选的位置。反正要坐第一的话，想想这个位置比较漂亮。对，黑樱花的位置啊、哦。